看我发现了什么，兄弟们，一座屹立在虚空的城堡，这里边如果没有好东西，我真的把这个键盘都吃了。信我的，兄弟们，这里边绝对绝对有宝贝，我们搭过去看一下。哦，兄弟们，下边好像刷怪了，看到没有？脑鬼，下边是一个脑鬼刷怪龙，哇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啊，解决一下。这个呢？解决一下，好，一剑一个，又来了，把它干掉。我们得赶紧下去啊，赶紧把这个刷怪龙拆了，要不然它会源源不断的刷怪。OK， 宝箱绝对有好东西，来吧，看一下，钻石剑、钻石裤子，还有两颗绿宝石，不错不错，兄弟们，这绝对是好东西了。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开过最富有的一个箱子，还有金锭、铁胸甲，这个不太行，哎，这个可以，耐久三，剑修补，可以可以，不错。我们直接把这个剑修补的铁裤子给它换上，这个钻石护腿确实好啊，保护四耐久三，但是没有剑修补，我舍不得穿。我们这下边不知道还有没有空间，我们挖下去看一下。哦，下边是虚空，那就算了吧，我们上去再找一下这个末地船。末地船还没有找到，但是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建筑，来看一下里边有没有宝箱。哎，有箱子，可以。又是哎，金叶修补的钻石裤子，这俩合体是一套神装呀，兄弟们，我们的裤子有剑修补，有保护四，还有耐久三。把这些装备啊，我们就放在我们的旅行者背包里边。不过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还是鞘翅，我们继续找一下吧。下面的过程还是给大家加速一下。找到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先用弓箭把门口的前掩背处理一下。哎，他关上的时候我们打他没有伤害吗？啊，那就算了，我们直接冲过去干他。来吧，牵引背，牵引盒我们也需要一些，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旅行者的背包啊，牵引背的需求并不是很大啊，不对，牵引盒的需求并不是很大。我们先到这边吧，这边应该是有宝箱的，我们来把这个牵引背解决一下，看一下几件能够干掉。哦，开口的话需要三件， OK， 全部解决。有没有宝箱？哎，哦，那就是对面，对面记错了，兄弟们，对面才有宝箱。门口的牵引背处理一下，然后我们的过程呢尽量给大家跳过一下吧，这牵引背实在是太烦了，又飘起来了。那我们直接上去吧，从这里挖一个洞我们进去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，一把镐子还有金锭为什么暴露在外边啊？宝箱呢？而且兄弟们，我们好像进这个末影城的时候也没有达成那个进度，这个进度是什么来着，我给忘了，这个有点问题吧。哎，不对，进度是有的，兄弟们，我们之前路过了一个没有船的末地城，我们达成了进度。那就不管它了，我们探索宝箱吧。来了来了，哇，好多钻石，兄弟们，七颗钻石，还有个鞋子和裤子，看一下属性吧，看一下附魔，火焰保护耐久三，这个有个绑定诅咒。那裤子要不然就不带了吧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经验修补加保护四的裤子，没有必要了。这应该是最后两个宝箱了，两颗钻石可以带走。这个铲子的话就不要了，钻石可以，一共有15个钻石了，钻石铲子拿上，有一个效率4，胸甲弹射物保护4也带上吧，现在我们没有胸甲。这个铁胸甲也不错呀，有经验修补还有保护4，那我们把这个脱了吧，直接把这个穿上，可以可以，兄弟们。那好了，我们就走吧，拿鞘翅去。来，我们把这个装备什么的整理一下，背包实在是太满了，然后我们再拿下这个药水。最终的目标他来了，我的鞘翅，先把牵引背解决一下啊，鞘翅呀，亲爱的。好，兄弟们，拿到了鞘翅，天空即为极限。看一下箱子里边，金锭、鞋子，然后还有把钻石剑，全部都带走。这把剑居然还有金修补，爽。这铁，哎，时运三，等等，时运三的话我们要带一下。哇，遇到钻石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铁镐挖，那好吧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龙首的话我们就不拿了吧，感觉没有什么用啊。我们回家怎么回，必须要用鞘翅飞回去，我们飞到对面这个岛上，大家没有意见吧？哦，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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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鞘翅飞不了，兄弟们，不能飞呀、啊、这绝对不是我不会飞，兄弟们相信我，我是一个高玩，高是高兴的高，玩是玩具的玩，高玩。这个鞘翅有问题，不对，不是鞘翅有问题，应该是这个模组不能飞吧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回家。我们把背包整理了一下，来做一些烟花火箭，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飞。这绝对不是我不会飞，兄弟们，原版生存我玩多少次了，怎么可能不会飞？你看，飞不起来嘛。啊，对不起，兄弟们，我是傻逼。